我表演的是高椅倒立，它的难度在于就是你把椅子就说是一把一把椅子叠起来，差不多七八米的高度上面表演倒立。KOOZA 是太阳马戏团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就是把马戏的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再把它凑起来去组建一个晚会，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传统节目啊，高钢丝呀，或中国的椅子啊，或者是单轮车呀，这些都是比较非常传统的。它是非常欢快非常热闹，就算你看了过以后啊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就你始终会保持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它会给你带到一个不一样的层次，你的心情你会哇哇哇哦，你会始终有那种感觉在那里。我们7月12号就开始表演了，你们可以过来看我们演出了。